都是这样。姐姐，狐狸咪咪，你说我要冷，外面穿这个还是穿黑的？外面穿这个颜色好看。行，你看，你看看，好的。我呢，我好看吗？你好看，你今天这身非常好看，我超喜欢你这身。Yeah, it's me。你知道我甚至已经没有衣服穿，今天随便找了一身搭，我要一身红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咱俩今天配的好，不配绿。他也是，我也是。你这不是睡衣吗？不是，我已经没有衣服穿了，一件两件，白日依山尽。不能吧，白，白。咱们衣衫都没有了。哦，弟弟呢？弟弟还在收拾吧，快了。哦。我好像昨天晚上睡觉，我一直跟弟弟，我们俩都是侧着睡的。是面对面还是背对背？不，我也不知道是背对背还是什么。我跟妈妈是面对面睡的。面对面睡的。哇哦！我现在跟妹妹睡觉已经习惯，每天睡觉之前会互相拥抱一下再睡觉。哇哦！哎呦！呀，早早早！早上好。嗨。他说他们两个睡觉是面对面睡。真的？我俩睡醒的时候都还是面对面的。哇哦，那我跟弟弟睡哪一边或者面对面都有点奇怪了。对。哎，他这个笑声。哎，那你们可以这样错着睡，一个睡头一个睡尾。这晚上会做梦吧？好家伙，好久没吃猪蹄了。哇，鸡汤！这鸡汤太棒了。来吧，坐。哦，这个汤 nice， 咱先整碗热乎的啊。对。来一口。谢谢我的宝贝。血肠、血豆腐。这鸡汤非常的受欢迎，太好喝了。因为喝个热乎的就舒服。一会儿再吃下去，这汤这锅鸡汤变成干锅鸡块了。一下饮品太多了，不知道喝啥。百事一下，可乐一下。百事可乐一下。太硬了，你俩人。有这菜硬的。哎，我现在还带着。还是你俩硬的。不然你比较好。喝腰酸乳吧。吃饱了，我困了。加一。